老铁，到普吉岛啦，普吉岛。现在等车，我们去我们住的那个酒店要1个半小时，40多公里。40多公里。我们这个飞机刚起飞就到了，3:40的飞机，4:30就到了。他们已经不知道在上面叽叽喳喳什么了。一起飞就要降落了，哈哈，哦耶！老铁在普吉岛叫了个车，在普吉岛叫了个车，叫了个车，我不知道。他写的是一个就是大型车，对，一个大型车，我以为是 SUV，哎，对。结果啊，SUV 之类的，我以为是 SUV 之类的。是说，老铁，一辆小巴车。坐100个人，一辆小巴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可以坐11个人。哇塞！我谢谢你啊，普吉岛，谢谢你啊，怪不得这么贵了。500起。老铁，摩托超人。哎，老铁租了个摩托车，老铁。哎。等会要戴上头盔啊！Lock. Okay. 刚刚教我们这个锁，哎，去哪儿？哎。下大了，下雨了。啊，你坐好啊，坐好。你拿好，你按好刹车呀。哇！Shut out！北方的 love in a hopeless place。啊！我脸好痛。哎呀，不行，脸好痛啊。该慢一点，该慢一点。这是吃东西的吗？你不是说去？这刚刚这个人，这是去便利店，刚刚这个人特别多的。哦，他好像在马路对面啊。好大的雨！老铁，租完车他，老铁租完车下这么大的雨。Oh my god！ 雨中漫步啦，这也不叫漫步吧？我他妈对面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哎呀老铁，我们现在在那个普吉的路边吃路边摊，这有一个这个鸡饭，这个是鸡腿粉，里面三个鸡腿子，然后我还点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我不记得了，还有一个这个是炒粉，加起来是200多，大约人民币大概40块钱的样子吧，其实还可以。但是物价还好，没有鸡味儿。老李，吃，下大雨了，大家都在躲雨。我的帽子！而且我在泰国开店了，只不过有点口音。王俊基。王俊基。你小子平时开店也不告诉我，是不是？不、哦。老铁，吴老师开的店。哎，小婶在那骂什么呢？看镜头，哦，好帅！哎呦，好帅！哎呦，帅死了！老爸，咋？
Hello everybody. Hello everybody. 我们现在在普吉岛的夜市。我们想买个冰淇淋，但是我们朋友把我们的钱包拿走了。他跟做任务似的往前冲。他说我去前面探探路，然后就冲了。给大家看看吧，这真的好多人，好热闹哦！哎呀，老铁，这里好多人，真有 flower， 真有 flower， 但是是假的 flower 啊，哦，是假的呀，嗯，但是这里又真的有好多人在这里拍，哎，打个哈巴，走吧。老铁，麻辣烫、小烧烤，还有麻辣香锅，还没上呢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老铁，一起看夕阳。嘣嘣嘣，嘣嘣嘣嘣。什么都看不到你们。走吧，拜。哇，这是彩虹吗？漂亮的嘞！哪里有？哇，彩虹！遇到彩虹！哦。哎呀，亲亲我，知道了。耶！怎么这么脏啊？哇，咸鸭蛋还画出来的，哇哇哇，看一下，哎呀，这么高，穿越千年的爱恋，只有你能看。很荒谬，很荒谬。我们点吃的，然后点那个扇贝，这么大。然后呢，我还点了一个鹌鹑蛋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鹌鹑蛋。老铁，鹌鹑一家不仅鹌鹑九族都被端了。这这么多呀，好吓人，这就鹅卵石，那种鹅卵石露。鹌鹑他家和他亲戚都被端了，还有黄焖鸡米饭。Hello， Hello everybody， 我们出来玩呢。我们在这个泰国迪士尼，我们也当一回游客了。我们先来看这个表演，这个地方叫什么？环都七，环都七，环都七，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嘞。是的，我们还没进去，我们在门口，大家都在这里拍照，我们也拍一下吧。搞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对这里没什么好说的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往里看看吧，可能因为我们刚进来。
浪费时间。老铁救了命了，这个飞怎么是鸡嘴呀、啊、飞呀，好吓人，你看它后屁股后面还有个嘴，怎么都是这个鸡嘴啊，你看你看它车尾翼什么呀、嗯、也是一个嘴、啊、远处的那个是公鸡吗？哎，去哪儿啊？还是得转弯啊，这小孩。哎，挺有礼貌啊。我们已经绕了一个圈。是不是？挺礼貌，是不是？嗯。Goodbye, Thailand.圆圆的脑袋，大大耳朵，笨手又笨脚，跑不像陀螺儿。Make sure they're stored in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s on takeoff and landing.